它这快拆表带非常好安装，就是这样往下压，扣进去，打开，完成了。Hello， 大家好，我是郑次，今天要来跟你们开箱的品牌是西奥朵拉这个手表品牌。你如果不会管理时间，时间就是被流逝掉，而时间就是上天送给每个人最好的礼物。西奥朵拉，它的希腊文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上天的赠礼，让它成为你的时间的守护者，守护你的每分每秒每时刻。我个人很偏好这种素素的包装，我觉得很有质感。加啦，泡泡纸包装的很仔细耶，拿掉泡泡纸之后，里面也是很有质感的包装。我们来看一下表针、替换表带，这两个是我今天要跟你们介绍的手表。还有，如果你要拿去送人的话呢，这纸袋超级有质感。哇哦，保护卡、视镜布、教学，第一款 Apollo 系列，我觉得是整个网站呢实用性能最高的一个表款。Apollo 呢是太阳神，给人就是光芒四射，很有朝气的感觉。整体外形它看起来啊就是比较有个性一点点，因为呢它是三眼表设计功能的，你可以看到上面有日期、时间、24小时制。但是呢，我之所以会挑选这个粉肤色的镜面配上米兰美金表带，就是不想要那么的刚硬，它就是呢多了一份柔和感。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偏中性，或是男生要戴，你可以戴黑金配色，我觉得非常经典之好看。配的这颜色呢，就是希望自己呢给人很有活力朝气，但是呢又不会让人这么的有距离感，非常适合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就是多了一份亲切柔和感。那我今天穿的就是蛮 OL 蛮 Lady 的啊，我觉得配这只表也非常的合适。还有这款实心钢链表带，我来戴给大家看。有没有觉得我们换完表带之后，这只 Apollo 呢变得更加沉稳有力量？大家不要觉得这种实心钢链表带戴起来是显老或是年纪大的人在戴的，我超喜欢戴这种表带，因为我先前的手表都是这种表带的。这种表带我觉得非常的时髦哎，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很正式，也可以像这样子很休闲，这样穿起来呢，你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哎，你今天虽然很休闲，但是呢，你手上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别人一定会直注目你的表。虽然呢，它看起来好像很重的感觉，但实际上你就会让人家对你呢有一种小小的尊敬感，我真的是这样觉得。当然实心钢链表带不是只能配 Apollo 啦，它任何系列都可以，它的官网上呢也有单独卖表带，你可以拿来随性的搭配，配出你自己的风格。第二款要跟你们介绍的是我手上这一款维纳斯贝母系列，这一款呢是全官网呢唯一有做小表面的款式，但是呢由于我本人呢是大表面控，所以我就没有挑选小表了。如果呢你想要挑选情侣对表呢，这系列我非常的推荐。维纳斯女神呢本身就是力量、智慧、浪漫的象征，那我觉得这款呢它选用的是这种贝壳的这种光泽，我觉得非常的有气息，非常神秘，非常的耐人寻味。这一款呢我觉得是很中性的，男生女生都可以戴。我特别挑选了一款黑色的表款，就是我想要跟刚刚那一款有不一样，有个差异感。而且这一款呢就是可以休闲，然后但是现在又有很多像是休闲西装啊，或者是 T 恤啊，配起来呢都可以让你的穿搭增加一个很大的亮点。但是我本身非常懒惰，我很喜欢穿 one piece 一件事啊，连身裤啊、套装等等的，这一款我就觉得超级适合。以上就是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两种表款啦，时髦大气、中性简约，男女都可以戴。提醒一下，西奥朵拉他们家的手表呢都是生活型防水，举凡说像是你要洗澡或是从事水上运动都不要把它取下来，下雨天的时候呢建议你还是把它取下来比较好。如果说像是这种实心钢链表带啊，还有皮表带跟这种米兰表带碰到水了，你就尽量把它擦干，可以让你的使用时间是更长久的。另外跟你们说，它是有提供15天的鉴赏期跟一年保固，还有电池终身维修的服务，绝对要上他们家的官网好好的逛一下，因为他们每个系列呢都是用希腊人物为命名，而且我觉得质感做得这么好，价格很可爱耶，大家真的值得上去看看，连结我会放在下面给你们。那希望从今以后呢，西奥朵拉也可以成为你的时间守护者。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太美了吧，怎么那么漂亮。